这个作者呢，大家看到这是宋国学进士王日休传，啊，他是南宋时期的人，曾经考取过国学进士。虽然考取进士，他不去做官，啊，奇官不就。博通全书，就是他读了很多儒家和佛教的书。啊，也舍管授徒，啊，写的文句呢有数十万年，也就是说他是儒家的一个通儒通家。以后他接触净土法门之后，经过比较，他了解，他做了一个决定的选择，把这些儒书啊都捐弃，说世皆夜习，非就近法，悟其西方之归。他说这个，就是原来他所看这些儒家六经，这都是多生多年的夜习，他不是就近了生脱死之法，所以他选择了净土法门。我一心一意要念佛求生极乐世界，作为自己安心立命的归宿。所以这个王日休他自己呢，王日休居士就非常精进了，每天念佛啊，这个记载他每天拜佛1000拜，啊，布衣素食，啊，念佛。他预知时至哦，啊，3天前往生，3天前就跟他的道友亲属来说，啊，我将有行，不服相见，啊，不服相见呢，到了往生的时候，那一天身体还很健康哦，啊，然后与他的学生讲课完毕。啊，在于晚上呢，还礼佛、读诵诵经如常。到了三更的时候，深夜三更，忽然他高声啊，厉声称念阿弥陀佛名号几声，说了一句“佛来迎我”。佛来迎我，说完之后，他是往生了。他往生是有一个内相。是站着往生的，啊，叫毅然离化，啊，就在那天晚上，他的当地的人也有人做梦，梦见两位青衣童子，引这个王日休居士往西边而去，王日休居士还有一些其他的感应。啊，比如当地有个叫李彦辟的，他生病久病不愈啊，有一次梦见梦中出现一个人，号称是龙叔居士啊，叫他你只要饮白粥就能够治病，治好你的病，而且还提醒有人曾经劝你一种修行，你没有忘记吗？啊，你没有忘记吧？啊，那李彦辟说是有人劝我念佛啊，这个梦中以后，这个李彦辟呢就真的就喝白粥，病就好了。他对于龙叔居士是谁不了解，然后忽然看到龙叔居士的画像，他说跟他梦中所见的一样啊，所以龙叔居士还有一种啊。这样的一种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神通妙用，我们不得而知啊。但是按印祖包括莲池大师所云啊，这都是净土的菩萨所示现的。